在这一边它我们 show that cos x 加 sin x 的 square 减 cos x 减 sin x 的 square 等于二 sin 二 x。So 我们在这一边呢，我的 left hand side 会是等于它的这一个照抄，OK。然后我们知道我有那个什么 a 加 b square 等于 a square 加 b square 加二 ab 嘛，所以我就有 cos x square 加 sin x square，然后 sin x square，然后加二 cos x sin x 减这一个呢是 cos square 加 sin square x 减二 cos x sin x，OK。所以它在这一边，sin 加 cos 会变成一加二 cos x sin x 减这个会变成一。其实我不用把它变成一，我直接照写就可以了啦。反正我这边减的时候，它还是会减掉啊。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减这一个东西，OK，它就会变成这一个减这一个，然后这一个加就变成减。减，然后这个变成加，减减加，然后 cos square 减 cos square sin square 减 sin square 没有了，所以它就变成四 cos x sin x，然后就两个 cos x，然后这边是两个 sin x cos x，然后就会变成了两个 sin 二 x，OK，所以这个就是我的 right hand side。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那个什么，sin 2x 等于 2sin x cos x 这一个是这一个东西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一边，它的那个我有什么 x，我有 a 加 b 的 square 会是等于 a square 加 2ab 加 b square。这一个是 a，这一个是 b，a 加 b 的 square，然后减的话呢，它就减，这样，这个其实是 a 减 b 的 square，OK，好，来，所以在这一边，这个等于 2sin2x，2sin2x，所以在这一边的这一个，它要我们sketch 这个东西，所以它要的其实是 y 等于 2sin2x，y 等于 2sin2x 的时候呢，我的0到2派。sin 2x 的话，它就这样，哎，这样这个很容易就画出来了呗。然后我觉得我去那个下面这边画吧，OK，画得漂亮一点。OK，好，来，在这边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是这样的，2sin 2x，y 等于 2sin 2x 的话呢，在这一边，sin 一个。两个这样，OK，一个两，所以这边是360度，没有，它题目要的是用二派，所以我要用二派，所以在这边它这一个是二派，这一个是派，然后原本是减一到一，变成减二到二，OK，然后这个是派过二，这样的一个东西。好，然后这个是三派分二。好，来，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这一个是我的 e 哦。然后他要你找他的那个等于 p tentukan julat bagi bilangan penyelesaian n kepada persamaan 这个等于 p，就是说我的 y 等于 p 啦。OK，sin square 这个其实是 y 来的嘛。y 来的，这整个是我的 y 嘛，这一边这一个是 y 了，然后所以这整个是 y 了，y 等于 p，然后 p 是从减二到二之间，减一到二之间，减一到二之间的时候呢，你又心里想啊，我的 y 等于减一的时候，它是这样，OK，然后它的 number of solution 是多少呢？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就有那个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four solution，就我的 y 等于 e 减 e 的时候，它有 four solution。OK，然后过后呢，我的 y 等于零的时候，这边降的时候，y 等于零的时候，这边是零的时候，
1,2,3,4,5. So whatever y 等于0的时候，5个 solution。OK， 5个 solution。然后接着呢，我的 y 等于那个2的时候 ，OK， 因为你看在这一边的时候，这样它也是1,2,3,4，它这样一直都是四个，这样一路上去都是四个，来到 y 等于2的时候，它只有1,2,2个 ，OK， 所以我们在 y 等于2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有两个，一个两个 ，OK， 它是 two solution。哎，我们有没有 three solution 这样的东西的存在啊？那在这一边它就两个、四个、五个、一二三四，所以就两个、四个、五个。那我们看一下 schema， OK， 等一下，好， schema 那边是二到五啊， n 是二到五啊，所以最少是两个，最多是五个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它的那个 number of solution 呢，所以我的那个 n 呢是在2跟5之间，3没有啊 ，OK， 然后但是它的那个它要的是 range 嘛 ，range 的话就是什么跟什么之间哦，是2到5之间哦，它有2有5哦，最大是5个，最多5个 solution。然后最少两个 solution， 所以我 n 是2到5，就是这样而已啊。OK， 好。